玉农，快起来！哎，玉农，站住，不能过来！玉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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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啊！ 行刑！ 李大人，大事不好！怎么了？李大人，县衙和牢房两处起火，大牢里的犯人全部跑出来了。这不是要反吗？李捕头、王捕头。 说，昨天那个铁面人为什么要救润生？谁知道呢？小孩子不要插嘴。我就觉得这事儿吧，这哪儿不对？你知道吧？你想啊，打击我们家的就是这帮马匪，啊！您看这法场是什么地方？重兵把守，那么多官兵，他不要命了，冲进来救润生，他和润生什么关系？凭什么呀？啊！祖刚。 我们都不大明白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要不是我们家被劫了，损失惨重，周转不开，我能5000两就把地契给还回来了。
地契。地契怎么了？啊？地契拿回来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为什么什么事都要告诉你啊？地契就是拿回来了。文达，你前一阵子都在凤月楼，我们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没来得及告诉我，还是不想告诉我。说正事儿啊，说正事儿啊。就这事儿，我想了一宿。抢劫我们家的是这波人，救润生的还是这波人，都是这大天烈为首的马匪啊。这会不会跟贺家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跑到这儿来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们堂堂贺家，光明正大，清白坦荡，要你在这儿疑神疑鬼的？林祖刚，我看你是心怀不轨，意图栽赃陷害，你好狠心呐！你是不是贺家的女婿啊？是奶奶，您别生气，我这不是也好心吗？您看给我扣着莫须有的罪名，冤枉你了。好了，桂泉啊，祖刚想回去了，你送他。啊。我想待在家里面。这待什么待呀？你都嫁人了，哪是你家？哎呀，别闹了，回去吧，这个家够乱了。岳父说的对。奶奶，金石，走。林生，啊，请下去吧。这难不成就是你说的救润生的办法？你把他找回来，你可真器重他呀！不管怎么样，润生还活着，我们就有一线希望。叫您过去陪酒，都催好几回了，怎么办呢？跟他们说，我谁都不见，告诉他们，我得的是传染病，谁碰谁得大脓疮。嗯，知道了。香儿，你已经逃过了生死大劫，你一定要撑住。娘会一直陪着你，千万别让娘伤心，香儿。安安，啊，子弹呢？娘给你报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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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报仇！叶文言，行行好，别处收人，不收小儿，不收小儿，不收小儿。叶文言，行行好，行行好。叶王爷，行行好，行行好。叶王爷，行行好。李大人在哪里？史密夫，我要见李大人。他在休息呢，大人。那个、休息。哎，对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还在休息。哎，史密夫先生，李大人。李大人，人犯都跑了，你竟然还在这里休息？史密夫先生，我已经派人去追了，现在还没消息，请您耐心的等一等。我的耐心已经用完了，你现在马上派人把贺家包围起来，劫走死刑犯人这事儿肯定和他家有关。如果搜不出来，我要你将贺家全部杀光。全杀光？史密夫先生，按照我们的律法，不要再说律法，现在我就是律法，你马上搜查贺家。
不得耽误。好好好，来人呐，在。传我的令下去，即刻包围贺家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是。老夫人，夫人不好了，外面来了一大批官兵，冲着咱们家这边来了。官差一定是来家里搜人了，娘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慌什么呀？咱们家里又没有他们要找的人。去，把大门打开。起来，官爷。给我搜，每个房间都不要漏下。走。是。是老夫人。夫人，老夫人，抱歉打扰，程昌有公务在身，让人给我们施加压力，我们也没办法。没关系，程昌，你们也是职责所在，你们就请便吧。是。啊，李大人。贺夫人，打扰了。李大人，请。走。是。瓷瓶啊！你们搜人家摔东西呀、你们要干什么？凭什么搜查我的房间？官府怀疑你家窝藏逃犯，请贺少爷配合。胡说！你们只听信洋鬼子的话，我们家怎么可能有逃犯呢？对不起，请让开。哎，你们让开！你们，哎，啊！李大人，快点啊！大嫂，李大人，李大人，报告李大人，后院已经搜过了，没人。李大人，我贺文达以人头保证，劫法场的事儿跟我们家没有半点关系。那个戴铁面具的到底是什么人？是你们贺家请来的？我们并不认识。不认识？是啊。哎，大人，就算您把我们家搜个底儿朝天都没用啊。哦，那好，那我就照你说的把你家掀翻了看看。给我搜仔细了，看有没有漏掉什么地方，如果有你们可担当不起啊。李大人，每个角落都搜过了，没有。李大人，卧室也都搜过了，没有。我就说嘛，润生不在咱家。闭嘴！还嫌你惹的祸不够多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李大人，人我们早就交出去了，贺家确实没有窝藏逃犯，您就网开一面，算了吧。我们就是有天大的胆子。也不敢跟官府作对呀。对呀。是啊，李大人，你看，搜也搜了，查也查了，既然没你想要的人，就请回吧。李大人，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，没有我们要找的人。来啊，收队。哎，张捕头，谁让你收队的？哦，李大人，在下觉得这既然没有我们要找的人，还不如我们回衙门从长计议。好，派人守住贺家大门，所有进出的人都要盘查，看有没有可疑的人。是。收队。贺老夫人，劫法场的事儿已经惊动了上头，这洋人怒不可遏，
这人抓不住是不行的，我们会追究下去。如果这个常润生要找不出来，小心你家破人亡，你们就好自为之吧。啊，李大人慢走。大嫂啊，您就别瞒着我们了，您把润生藏哪儿了？您都听见了吧，咱们要家破人亡啊，您不能为了一个润生把咱们大家都搭进去吧。是啊，嫂子，我们这次是欠了润生的，可咱对他那18年的养育之恩也足够了。为了他，你不能把整个贺家都搭进去。娘真的不知道润生在哪儿，现在这个时候大家应该一起想办法渡过难关才是啊。我没有把润生藏起来，但是我感激救走润生的人。对我来说，贺家重要，润生同样重要。如果因为这件事让我们家破人亡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处处诚心叩拜，处处自知身份污浊，不配念下净上，处处不求自身求福，但求儿子平平安安。下一辈子，处处愿做牛马，求菩萨保佑。谁跑出来打你们师傅，都给我过去，把这围了。哟，你们几个真的被看起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你们几个留下。醒了醒了，这是哪儿啊？你这个傻瓜，这里是你是风月楼啊。小南，快去倒水。哦。你别起来，先喝点水。老娘和雨能知道会不高兴的。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楚姑在这里守了你半宿呢。你小南，润生，你现在伤势很重，你就别逞强了，自尊心当不了饭吃。解放场的事情整个仆院的人都知道了，那通缉令贴得满城墙都是，你现在出去了只能是死路一条。哎呀，哟，祖二爷呀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哎呀，别拿我说笑了，我都火烧眉毛了。呸！我这酒是洋酒兑的。坐坐坐坐坐。我们家被抄的事听说了吧？能没听说吗？劫法场，这是多大的事儿啊！我估计全仆院也就戏里看过，评书里听过，谁亲眼见过？我们家这回倒霉了，官差把着门呐，出入都要盘查。我出来都是撒了个谎，这不就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吗？哎，我说二爷爷，啊，你们家润生就是一个下人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怎么就那么有辙呀？菊生前两天来求我，说能不能帮帮他，跟洋人求求情，这也太奇怪了，这也啊。哎，这个事儿啊，我也是一头雾水啊。嘿，邪了门了。你说润生这小子一死，这事儿不就算完了吗？哎，临了临了，天降神人呢，把他从法场救走了。哎，我问问您啊，就那个马匪那头，大铁脸，戴面具那个，知道是谁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哎，不过马匪头子那大铁脸，我很久以前见过两回。哦，哎，那时候你们还小呢，他带着人到家里来，
也不伤人，最多就是抢点东西。可是后来那么多年了，也没再来过。怎么今年又出现了？哎，还救上人了。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哎呀，润生是逃跑了，贺家可遭大灾了。是啊，洋人哪能得罪啊？人家肯定不肯善罢甘休啊。是啊，非让交人，交不出人啊，就让贺家家破人亡。你说说，我们到哪儿去找人呢？反正您这事儿啊，是相当不好办的。对不起，可是我怎么会到这儿来？哦，我听说你在法场被人劫了，还受了枪伤，昏倒在我们风月楼的后门，我们就把你抬了进来。那个铁面人，你说铁面人为什么要救我呢？啊，可能他就是一个行侠仗义的好人吧。啊，对。润生，你就别说话了，说话特别耗元气，你就安心休养，在这儿暂时还是安全的。不行，我不能连累你，我得离开这。你先养好伤，咱们再从长计议。谢谢你，宋老板。你别一口一个宋老板，我不爱听。你叫我楚姑好了。小南，快倒水来。嗯，快点。来，我自己来。哎，祖康啊，咱们言归正传，我让你帮我个小忙。别，千万别张这嘴啊！您别害我。我帮不了您。哎呀，我没让你帮贺家，贺家眼看就要败了，爹死娘嫁人，个人顾个人，我现在也管不了别人了。哎，你知道贺家有个金库吗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全家的钱都在那儿，所有的钱都被老太太放在大金库。二爷爷，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地道？这事儿怪不着我呀，要怪就怪老太太引火上身呐。我要不弄出点金子傍身上，这将来洋人同官府串通一气，这金子全让他们拿走，不是让他们得便宜？我是想咱们先把金子弄出来，真金白银往手上一攥，多踏实啊。不过您要这么一说吧，确实有道理。要不怎么说您是聪明人呢？可是咱们有什么辙能让贺文达把钱从老太太那儿拿出来呢？他要怕死，他就有办法。不过说服贺文达这个事情还得你去办。我？嗯，你们贺家重兵把守，我连进都进不去。哎呀，你不用怕，你是去拜访岳父大人的，没有危险。没危险啊？行不行啊？行，让我想想。哎，你来干什么？我说岳父，我看着您这么萎靡不振的吧，我都心疼。
我知道家里这些事儿弄得您焦头烂额，所以说我也不放心，我怎么着也得来看看你。那我应该谢谢你关心了。瞧瞧您说的哪儿的话呀，岳父的事儿不就是祖纲的事儿吗？您这么说就太见外了。而且我今天来啊，是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啊。哼，你能有什么好消息？居生这不跟我说了好几回了吗，让我去找洋人求求情。我在洋人那儿也没什么面子，这后来想也没什么别的辙了，就跑一趟吧。去了那儿我是好说歹说，我软硬兼施，这样最后还真松口了。答应这事儿吧，啊，再行商议。啊，真有这样的事儿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您说我能骗您吗？苏刚啊，如果我没记错，前几天你还来我贺家，啊，说那个大铁面跟我贺家有关系。哎，怎么突然转变态度，帮我们家润生说情了？不，我恨的是那个大铁脸，我恨不得我踩死他。这他是他，贺家是贺家嘛，对吧？就算润生是被他救走的，这也不能说明就和贺家一定有关系。那是自然，我早说过，那个大铁脸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嘛，您不能怀疑我帮助贺家的动机，是吧？您看我这也知道咱们是一家人。里外我还是分得清的，这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嘛。别说废话了啊，直说吧，这洋人到最后他是怎么打算的？嗨，这洋人啊，说到底不就是个钱字儿吗？不可能吧，这洋人不是整天叫嚣着自己不缺钱吗？你好好琢磨琢磨呀，他们不缺钱干嘛远渡重洋来咱们中国呀，是不是？他来咱们这儿不就是淘金抢财吗？你想啊，他们不断找贺家麻烦，为的是做表面姿态，是吧？好让咱们觉得他们不是那么唯利是图啊。您再想啊，这史密夫人死不能复生啊，你说老这么耗下去，除了耽误时间，对他们有什么别的好处啊？没有嘛。你要相信这句话，洋人比咱们务实。你说吧，他们到底想要多少？哎呀，这事儿不好弄啊。嗯，关键是咱们贺家呀，树大招风，他们这胃口肯定小不了。咱们可能得表现出足够的诚意。哎，岳父，我听说老奶奶那不是有个金库吗？好像藏了不少金子，是吧？别说我疑心重，你不会是想趁火打劫，伙同洋人骗我们贺家的钱财吧？岳父，你不能这么说，你这么说你知道祖纲多心寒呐。你想我人情也搭上，嘴皮子也磨破，你要不信那就算了。不过这私通马匪劫走死犯，这板上钉钉可是重罪，弄不好全家连坐，诛九族啊！想起来我和菊生，这没准儿都脱不了干系。所以说，岳父，要不你好好求求老奶奶，出点金子。总比搭上这么一大家子强啊。啊，对了，楚国贺家现在怎么样？你看看你自己现在都什么样了，还去惦记贺家？贺家的人差点要你去死。那也不是贺家让我去死，是那个洋人让我去死。行了行了，润生，你记住，从今以后你跟贺家没有任何关系。
你已经为他们死过一次，不欠他们的。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贺家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那个洋人为难他们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洋人要将贺家满门抄斩。什么？这事你管得了吗？不行，你还是养伤吧。我要回去，我得救贺家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去任何地方。你给我养伤。你让开！你是我谁啊？我的命是我自己的，我想活就活，我想死就死。你凭什么安排我的人生？说什么呢你？你知不知道，主公为了你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啊？你还这么伤他的心？你跟他道歉，马上道歉。小南，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？她只是个风月楼的女人。住嘴！我告诉你，任何人都可以看不起她，唯独你不行。小南，润生，你听我一句劝，不要去做飞蛾扑火的事情。那洋人不讲道理，就算你回去也无济于事啊。我不要你管。我告诉你润生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要是不跟他道歉，我保证你知道他是谁后，你一定会很后悔。小南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楚姑，你难道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铁面人在救了你之后直接就把你送到风月楼了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你知道吗，你受伤昏迷之后，你嘴里一直喊着谁吗？你一直喊着娘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这个风月楼的女人，她就是你的亲娘。我不是，我不是。楚姑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娘已经死了。18年前，贺老夫人和春娘合伙把刚出生的你骗走了，又让裴爷爷带你进了贺家。其实你是楚公和贺东家的儿子。不会，你们骗我，我娘已经死了。是，是，她是在骗你。我不可能有你这样的儿子，我这样的女人，怎么可以有你这样的儿子？楚姑，你看见了吗？如果她不是你娘，她就不会为了你的面子拼死也不认你。如果她不是你娘，他就不会冒着被官府通缉的危险让你在这儿养伤。如果他不是你娘，他就不会任你在这儿辱骂他了。小南，你别再说了好吗？你不要把他跟我这样的女人扯上关系。他是个好孩子，他有好的背景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求求你不要再说了，润生。如果只因为她是风月楼的宝娘，你就不认她，那我真是看错你了，完全看错你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还不如让你直接死了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宁愿让我去拜见一个假死的娘，都不愿意认我？你知不知道我从小连做梦都想有个娘啊？我不能，我是一个没有身份、没有背景的女人，日月言轻，我保护不了你，我不想你在别人面前永远都抬不起头来，我不想你永远都受别人的嘲笑。小儿，小儿，小儿，娘。
你怎么那么傻呀、啊？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我娘啊！娘。娘，我终于有娘了，我终于有娘了。就是这样，不可能！你不要听信林祖刚的胡言乱语。贺家马上就被满门抄斩了。生死关头，你还抱着金子不放啊你！如果洋人真想置贺家于死地，你就算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了他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金子就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啊，你还抱着金子不放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绝不会把贺家几十年的心血让你拱手送给洋人。行了行了，你这样你等死吧你！我不会跟你们一起死的。你这个败家子儿！主公，大婶，大婶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润生？不是，润生他睡着呢。你看这个，徐公公的信。徐公公的信？嗯。这徐公公自从回了京城，也没个信儿。上面说什么了？这是什么呀？还有个印呢。这徐公公竟然帮贺文达安排好了官位。真的？哦，这个徐公公嘴巴刻薄，为人挑剔，可是办起事情来人还挺有谱的。哎，这上回走之前，因为贺文达拿假银子赎他的事儿发了那么大的火，这回京城还能给想着买官的事儿。我本来以为经过上次那么一折腾，这事十有八九得黄了，这没想到怎么就成了呢？那肯定是楚姑你的面子啊，也不枉你这么多年费心尽力的伺候他徐公公。哎呀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！我说这徐公公怎么突然间就这么大度啊，不计前嫌的给贺文达安排官位呢？为什么呀？是有人给徐公公算命，说他流年不利，要想否极泰来，就得随喜功德，积德行善。这不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就突然想起贺文达这档子事儿来，动动小手指就给办了呗。是吗？原来是这么回事，这贺文达还有这好命呢。哎，楚姑，那你打算给贺文达吗？我当然不给。嗯，他是怎么对我的？又是怎么对祥儿的？嗯，就是想要官文，没门儿！我烧了我也不会给他。对，他活该。不行，现在还不能烧，留着还有用呢。这官文千万不能落到贺文达手里，要是贺文达走马上任以后，肯定会对铁军不利。我绝对不能让贺文达再伤害铁军。嗯，小南，嗯，这事儿就当从来没发生过。嗯，绝对不能让贺文达知道。那当然了。哎呀，不过这光是不给他，那也太便宜他了，还是得教训教训他才痛快呢。当然，我会让他尝尝什么叫失败的滋味。嗯，小南，嗯，去贺家跑一趟。去见贺文达？不必直接去见他，找个传声筒就行了。文达，我听说你逼娘把金库门打开，你是不是已经答应洋人了？如果我还有别的法子，我会走到这一步吗？娘糊涂了，你也糊涂，家现在都快败了，还守着那些金子有个屁用！娘不是为了钱财，娘是怕你一时糊涂。你告诉我，那个鬼是不是娘找回来让他去劫法场了？我不知道。肯定是。
如果不是娘节外生枝、自作聪明，贺家会被逼到这个份上吗？说来说去，润生没有死成，让你恼火成这样吗？我现在恼火了，怎么了？可他是你儿子。我不用你们一遍遍的提醒我，我说的不是润生，是贺家。你东家怎么了？出事了，东家。说，徐公公那边传来消息，他得了中风死了。二老爷那边为这事儿急得不得了，现在正在大厅等着您呢。